大人坐右边吗？左边。快点。啊？加油！小朋友往右边盘旋110公分以下。亲爱的，我怕你怕。小朋友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加油！下一个要拍，下一个。大人没懂，130左边。啊！大哥，超级飞车，飞车，冲浪。现在没人才好拍。哦哟，回你不是都上回程的时候再去拍？赶快上去了，他们会很挡路的。所以它后面那句还是得坐火车。对，黄色的火车。是，因为这边走过了。哇，哦，有有，还没有，我喜欢放的。哦，好，还有黄色火车。
呛我啊！大水弄来了！冲浪不刺激，我想刺激一点的，他想那冲浪没看，有一个很刺激的。啊，冲浪无聊，为什么无聊的游戏啊？这个是让你舒缓一下。对啊，每个都太刺激不行啊。不然刚刚那个你不会想吐吗？你要休息一下。那我想管，你们小孩都没有症状，你就有症状。大人症状越来越难。放松一下。做那个。这个是妈妈唯一敢做的。对，你就当做你陪我做吧。但是这个我才会去拿到。不会啊，这看风景好不好？你看一下啊，跳下去游泳最好。因为你又被船压住了。你有跳成功吗？可以。哎，还是在这里。可以伸出去一点。他就是靠他的力量，靠他的力量在撑着，他就会导致他在这条路上，然后撞到就会弹回来。撞到，这也有人。没有。站立，这个站立。老板就不让你上来。这个要怎么打仗？那你们家要帮我吹。城堡。好像哈利波特的城堡。霍格华兹的城堡。不过那个是什么塔你知道吗？右手边有个斜斜的塔。比萨斜塔在哪里？在哪个国家？有披萨的，意大利啊！我都跟你讲披萨了。意大利面。那你下一个要做什么？下一个要超级飞车，冲浪，我要玩跳滚。下一个我要玩跳滚，冠军那种，它两个嘛，然后这样子，船这样子，然后自己空。这什么啊？小乐园，小人国，都是小东西啊。他们在欢迎你啊！就到了一个国家呀、啊。开船看，但是我就先干了，先统一这个配置。哎，你小时候都很爱的，好不好？那我好变的。就像曹操，为什么那时候跟刘备结婚？为什么关羽那时候杀了曹操？这就是道理。为什么关羽不先杀了？你小时候最大欣赏一下好不好？所以这些无辜的也要查，对吗？太多报应。你讲的话都被录进去了。等一下也会有人撞我们，等一下也会有人要撞我们。
下，红色的哦，红色的要踩一下。你踩得到吗？踩不到吗？踩得到吗 ？OK 的话就好了。其实我都是录影的。好，好，我们去万里长城。开心嘛，这么玩玩开心一整天了。好 ，Go。很大的飞机。哇，飞机好，机场。